从南宁到合肥了，等落晚闪光的夏天，去参加合肥的音乐节。六点就要彩排，起了个大早，下好大的雨啊！还好彩排完可以睡会儿，不然今天就废了。哎，彩排结束之后补了个觉，现在刚起床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在化妆之前要做一个肌肤，幸好我这次带了红色蜜露。我把它们一块一块的湿透，然后呢一张一张的贴到脸上。其实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，不过我很享受。我先快速湿敷打底，之后上妆呢就会更加的服帖。好了，贴完了呢要等一会儿，实在是没事情干，要不我就做几个鬼脸给大家看吧。然后差不多10分钟过去了，我终于可以把它们撕下来了，一张一张撕下来。哦，哪里不一样了呢？感觉更透亮了一些。我摸一摸，摸一摸，摸一摸。接下来就是换装环节，出发了，过会儿见。好，现在轮到我上台，我去准备了。回去补拍一点出发图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